新世饼庄当代饼画文化特展三部曲巡回展第一场就伫咧南华大厦嘅文中心盛大来登场。这日前特别安排着民族音乐学系学生用国教演奏嘅乐部表演甲开直播，综合着传统和现代音乐元素，嘛来展现着东调嘅新书和中华文化之美。新书饼庄当代饼画文化特展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山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山西历史博物馆、社团法人中华汉语文化推广协会主办，这摆第三以青春年华为主题，会当对照着大学的生活，领略唐朝文青丰富精彩的长安生活。展览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礼拜，至到十月十一号，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新西新闻内角段拉丁彩虹报道。同学，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学校？欸，那个在学校晚自习，在学校晚自习可以比较认真读书。家里有手机、电视，还有床，会想要睡觉。有朋友会比较认真一点。我会努力为了会考，为了我想要考得很好，然后去做准备。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有便当。我觉得便当很好吃，有鸡腿、青菜跟鱼。对。会有校车在，县府有补助，每个人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送到家附近的站点。对，我是家门口的。下午四点后的时光，持续丰富精彩，课后更丰富，从英语绘本到艺术创作，两放学后的时光惊奇无限。开办晚自习。便当补助，小巴接送，轻松练功不打烊。外师到我家，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在家也能持续提升英语力。嘉义我的家，特获加强，前面加。